个动作出现的毛病跟大家说一说，出现这种毛病不要怕，原因在哪里？比如说有些人大汗，他一练汗好好叫着往身下淌，但这个汗一出能把这个腹脏的东西，那是你虚练一练一试他就不出汗了。还有些人练了呕吐，我们当医生的人都知道吗？哦，汗吐下消，温清腹过，这是八个治法。哦，有的容吃病在那边容发药的发汗，叫它发出去，因为在表嘛，就要用发汗的药。哦，有些人大汗出汗多的很，有些人呕吐，因为他消不下去，发汗发不出来，他练一练他这个呕，他这个从那个上呕，他就要吐出去。还有些人便血，小便的出血，大便的大脓，那些东西，有些人吐出来的东西最小，出的很。啊，出现这种毛病，大家不要害怕，因为我经过。好多人有事就是这样的，因为练到这个程度上，有些人老年人骨骼疼，但前七天有些骨头真骨疼，但你继续练下去，你不练，你不练，哎，我这也好了，那也好了，哦，但你发现这种毛病，你继续练下去，原因在哪里？但你就跟用药。跟用兵一点都不差，这个听说我们跟敌人打仗，你看见敌人在哪里，你扑腾扑腾放了一阵子枪，放了一阵子炮，没找到敌人，因为你要是找到敌人，那个敌人必然要激烈的跟你对抗，